居然进来了。啊，谛听都拦不住吗？不强，只是两道灵体分身，谛听被坑了。那您应该很容易就能把他们赶出去吧？我百年之内不能离开这里，也不能干涉外面的事情。这里不包括兰溪镇？老君山都不行，只是楼内。离百年之期还有多久呢？六七十年吧。你们帮我赶走他们吧，作为报酬，我会帮你恢复真身。什么方向？正前方是通往老君山，这边斗帅宫，这边锁玉宫。锁玉宫。喜欢吗？老君好。哥哥呢？我让他们去办点事。这次就一起上吧。喵，到时候看我眼神行事。为什么最近一直在门口等？是这儿吗？什么都没有啊。那里不是有个洞吗？不要告诉我那个就是锁玉宫。等你进去了再说吧。老君的空间即使他不干涉你也封不了多久。快动手吧。这边。你也喜欢这本啊？我也超喜欢的。下周有恩泪哦，要不要去？我走不开。不行，这个封印非常复杂，可能需要很久。可以请你们离开吗？这里怎么会有其他人？怎么办？只能上了。冰醒，空间醒。十岁，你呢？忘了。咩，日常。看看书了，练练丹了，上上网了。有玉帝吗？没有。那也没有天庭喽。是啊。那神话故事都是假的吗？有真有假。庙里不可喧哗，出来。哦。有孙悟空吗？有啊。真的啊？那是不是很厉害？一般般啦。他不是齐天大圣吗？那是小说编的。那你看过西游记吗？我可是追过连载的。小心。你没事吧？你没有眉毛耶。你还没鼻子呢。这样僵持下去对我们不利。有焚焰火吧？真是下血本了。瞬移真是麻烦。他们在放焚焰火。来。被吸收了？怎么可能？那可是冰溪克星啊。您是玄离大人？不敢当。又是神兽，这没法打呀。请恕我们冒犯了，我们这就离开。多谢。真的就这样？走。不会，他们连谛听都坑了。洗手间在哪？没有。哎，为什么？你见过神仙上厕所吗？哦。玄力大人信不过我们。职责所在，请。在这里还请玄力大人原谅，事成后专程赔罪。啊，糟了！失败了。居然上了和谛听一样的当。什么？他出去干嘛？喵喵。还有一个地方能进去，跟我来。唉，爽啦。小黑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又有人？横版通关游戏吗？情报一点都不准吗？我拖着他，你快去。不会又是神兽？